慈悲心系列的第一集是讲空性菩提心正解和大圆满口诀与狂智的谬误，你们可以看我们在 YouTube 上这一集，这是一个很基础的认知，你们一定要看。第二集是讲启动进入法界成佛成事的观修方法，这一集你们真是要看，因为里面有一个是教你们怎样观修的成事，只不过还欠了一位上师的带引来做深层的训练，所以都仍然是欠缺很多东西，但好过你们完全什么都不懂，可以知晓一些，还有机会可以进入法界而停留在里面，都是一个机缘，所以这个公开讲给你们知道的东西，是深化了心经和金刚经所教的东西，是一个很实际的观修方式，其实很多人都不懂。连在里面其中有一些元素所要具备的元素都不懂，不要说拿着来修了，所以现在这一集为什么是那么重要呢？不只将法界里面的一些重要因素教给你们，还教你们怎样实修的观修方法。如果你还未皈依和不是合格的弟子，上师是不可以带着你去修，就差很远的，但至少有一些根基，所以这一集是相当重要的，千万不要漏看。而第三集是讲生死窍门的教法之成法身佛的口诀。成法身佛的口诀是说每个人死后是会遇到的景象，我们可以进入法界和会出现一些现象可以帮助我们成佛，这是一些窍门，如果你不懂是不可能运用得到。而我们以往生地生生死死又死过很多次，又生过很多次，其实我们都同时出现过，每一次生死的时候都是出现这些现象，但我们又不懂，又不知怎样运用，就错失了。但现在教懂你们，至少在你们的资料库里面，在你们的记忆系统里面有一个印象，知道将来当你在遇到这些现象时，你的觉性突然升起时，或许你就会懂得运用呢，至少增大了一些机会，有一些因素给你乘着，就有机会令自己可以脱离轮回，甚至成佛。所以这一集意识很重要的。第四集是讲生死窍门教法二，原来我们死了之后有很多层次，不同的情况出现，这是属于第二种的层次，亦都可以协助你们成佛，又是不可以错过的。跟着第五集是讲生死窍门教法三，就去到第三步骤，我们死了之后，即使之前的两个步骤我们运用不到，觉性又不够高，又错过了，去到第三部分已经要投胎，投胎亦要懂得，投错了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岂不是出事了？这个投生的技巧是怎样呢？亦会在这集讲解。如果我不投生，可不可以成化身佛？当然仍是有这个机会存在，所以这集亦很重要，是要收看，因为它亦比较了心经和大圆满，我们的藏传佛教红教里面的一个最高修法的配合来教你们。这一个都是很重要。第六集是开始讲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怎样来修呢？如果我们死了，错过了就什么都没有，在日常生活可否把握来修呢？是可以的，只要你运用心经、金刚经、大圆满三者的相辅相成，在日常生活来修，你的机会率及时增大了很多倍。这个亦是很重要的讲解，亦在这一堂开始讲金刚经，你们要收看。第七集是讲心经的五蕴性空口诀是怎样观修。当你们进入法界，如果你停留到就可以成佛，
失败就退回出来继续轮回。究竟心经里是否有一些口诀给我们叫我们呢？是有的，你们要收看这一集。第八集是讲日常生活中大圆满的空性，非有非空观修口诀，这个是深层次一些。当在日常生活我们要观修的时候，究竟我们怎样配合日常生活呢？日常生活有很多东西都空不了，但在法界要有空性，即要有空性，非有非空这种质素才可停留。两者如何平衡呢？你们要看第八集，当然这集是讲一些基础的东西。真正实修怎样配合还未说。第九集是讲怎样以空性观修慈悲来脱离情绪中的痛苦呢？在日常生活里一定有很多痛苦出现，究竟我们怎样配合空性观修慈悲心来平衡我们的痛苦情绪呢？这集一定要收看，你们要做一个抉择，究竟要继续痛苦下去，不断轮回下去吗？因为继续轮回代表你好执着，亲近痛苦，即使你不喜欢痛苦，但又要亲近痛苦，有一些去除痛苦的因素，但你也不考虑的时候，就等如去亲近这些痛苦。即是说你摆脱不去这个磁场，你摆脱不去，就要继续轮回，将来还要投生去很痛苦的地方，究竟你们要怎样取舍？你要选择继续痛苦下去，亦或将专注力放在空性的观修里，我不再想着这些痛苦。这个时候你们可能有脱困的机会，究竟怎样取舍？或者我们有什么要注意，就要观看第九集。第十集是讲《金刚经》的住相与不住相的修行有什么分别。什么是住相与不住相呢？即是你执着于一些东西，被它困住，于是你要继续轮回，甚至法界都不能去到，一定要在三界。如果执着一样东西，一定在三界，在法界是不会执着于某一些东西，是不会住相的。如果你一定执着于某一样东西，要住相，是注定你要轮回。如果你不执着于一些东西，你有机会进入法界成佛。究竟在我们的修行里，会不会有一些修行的方法，是住相执着于一些东西，又有一些不住相？一开始教你们不执着一些东西的教法呢？是有的。《金刚经》就是教你不要执着于一些东西，如果不是，你注定要继续轮回。简单来说，如果你不执着于一些东西，你就可以注定有机会停留于法界而成佛，脱离轮回的痛苦。究竟这修行有什么分别呢？又要看这一集。今次第十一集就是今集，今集《金刚经》有讲，一念净信《金刚经》里的任何一句说话和寄诵，你都会产生无量的福德。理据在哪里呢？我就不相信，一相信就有无量的福德。它的理据在哪里呢？就是今集要讲。在未讲之前，我们做一些回顾，题目是慈悲心和菩提心是想说出些什么。慈悲心很简单明白，慈悲心是你普通对众生的慈悲心，如果我们没有，是不能去到佛国刹土，即是想在轮回之中选择一些好的位置投胎都没有。什么是慈悲呢？慈是给一些快乐于别人，悲就是把苦，而这个悲通常我们与生俱来都有一些，但最好是经过训练。而慈是给一些快乐于别人，我们要经过一些分享，大家要有一些经验和教育才懂得。
但要看他们可以提高多少质素，你慈悲的质素有多少分。当我们将慈悲心再提升，令到它更加可以引发出我们的一种觉性。你们知道什么是觉性？即是领悟能力。简单来说，例如你做一题数学很困难时，想很久都不明白，突然于刹那之间完全明白，这就称为悟性，悟通了一样东西。如果我们在生死苦海里面，不是说数学，在我们生死苦海里面，怎样刹那间觉性升起，不需在这个苦海轮回，这样是非常重要。这一种悟性就称为觉性，这一种觉性我们称为菩提心，这种菩提心就是一种觉性，缺少它是不能成佛。不过因为太抽象，人们不明白，于是将它分为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什么是世俗菩提心？即是世间所讲，我们要有菩提心，我们要勤力修行，要对别人好。这就称为世俗菩提心，一般世俗所说这一种，但是你对别人好或帮助别人，而又修行，是否就是等于你可以升起悟性和觉性而悟通了道理，懂得进入法界而不会掉出来，这还欠很远。原来你是要有一个真正的菩提心，真正的菩提心是称为圣意菩提心。什么是圣意菩提心呢？即是最高程度、最彻底、最殊胜的一种义理。那个菩提心是什么？是正等正觉，即是你要恢复 100% 没有任何偏差的那种觉悟能力，就称为圣意菩提心。如果我想恢复回 100% 没有偏差，不会失去少少而只有 99.5% 的觉悟能力或悟性，要怎样修？你就一定要配合戒、定、慧，而且要将它调教平衡于中道，不会有偏差，偏向某一边，跟着乘着这种力，而进入一种空性，非有非空的一种状态，你才会升起这种觉性。什么是非有非空？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是什么？我们之前已讲解过，非有是现实我们所见的景象都是短暂的现象，它迟早是会解散，是一种法性的投影显露，亦可以说是和其他众生的一种业力纠缠，大家一起所共创的景象，其实是短暂而令你继续轮回和深陷痛苦的一种假象。如果你一定执着它是有的，例如我见到我的丈夫真的是站在前方，又怎会是假象呢？如果你总是如此执着一些东西的时候，在很多年之后，你的丈夫或妻子死后，大家又要分散，之后又换了另一景象，不知道投胎在何处，可能你不是有丈夫，可能你有妻子，又不知道自己投生去哪处，可能做了畜生或鬼道，丈夫妻子都没有。于是你发觉这些都是短暂，它是一个苦海。简单来说，苦海无涯，是无涯、永无尽头的一个苦海。你今生很执着你的丈夫，要看着他，不要给他去别的女人处。但下一生，你连丈夫都没有，不知投胎做了什么。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苦海，纠缠着令到我们的心，尝尽无尽苦楚的一种现象和假象。所以释迦牟尼佛说，请你快些修行，恢复你们真正的 100% 正等正觉的觉性悟力，使到自己脱离这个苦海，不用再轮回，不用一定要做猪，想做狗都不可以。只有我们进入法界，我们不掉出来，我们就可以成佛，我们就可以恢复回正等正觉。于是我们恢复了大能力，享受那种无尽的法乐，
自由自在，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教导我们。如果我们要恢复这个 100% 菩提心的觉悟，请你们在基础上要认识空性，什么是非有，所有这些虚幻现象，你不要再执持着它，它不是实有，它不断改变，由朝到晚不断变更，好像自己的心一样。什么是非空？原来你是有觉性，不是空的，你有觉悟的悟性存在，你一定要想办法将这个觉性恢复回 100%， 你不要空掉它，空掉它你就会变了完空，你就被困于什么都没有的境界里，没有了觉性但又继续停留在三界中，往后亦要不断轮回，这些称为顽固的空性，又叫错误的空性。简单来说，所以《金刚经》是教导我们怎样恢复菩提心，即正等正觉，还有圣意菩提心，要怎样恢复，现在开始讲解。如果现在有一些人修行，他只修什么？他觉得最容易掌握就是慈悲心，帮助别人拔苦与乐，给予别人一些快乐，又发愿救助众生，所做一切自利利他，帮到自己和别人，是双赢的局面，不是单向。如果只帮别人，而自己很痛苦，将自己所有的遗产捐了给别人，饿死了自己，没法修行，别人就分了他的遗产，拿去赌博、吸毒，你都不知道。我只是帮他，但后来发觉不是彻底的帮助，即是这个世俗菩提心如果不配合智慧，原来很多时就会落入另一层痛苦之中。所以不论我们做慈悲亦或做世俗菩提心，原来亦要有双赢局面。自利利他，还要守戒，要守一个称为菩萨戒来进行，你才会成功。但你说，我很聪明，听完你讲解之后，完全明白，给你修到100分。但你还要2至3个三大阿僧祇劫才可修到100分，这样才可进阶修第五部分，称为殊胜菩提心、圣意菩提心，先可修觉性。在你修行程式里面，只修1至4部分，没有修觉性，没有一个行为程式帮助你修觉性。在你上师教法中，从来没有教这些东西。你们要知道，现在所教的佛法，只教导你们慈悲，或再教多些、深层些，就教你们世俗菩提心。你叫他教你最殊胜的圣意菩提心，可能你听他讲的专有名词已经昏了，你不用学下去，因为你不懂他讲什么，学不到的。所以很多人的修行程式，由第一修到第四部分，没有第五部分，就出事，因为他们只懂得念南无阿弥陀佛，什么都不懂。1至2部分比较好些，再深层一些都不懂，就需要2至3个大阿僧祇劫，才可进阶至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亦要继续修，所以你便要继续在轮回苦海中不断轮回。你不知道自己是否幸运，还可以继续生生世世投生做人。可以继续修这个慈悲心，当然不是呢，你都不知道自己轮回在那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那么幸运可以投生做人，又那么幸运有人讲解什么是圣意菩提心，由1至5部分都清楚解释给你们知道，你们一定要记着。在修行程式里面，一定要保证有1至5部分，第五部分一定要有。怎样做才有第五部分呢？金堂就会讲解这个问题。这个第五部分相当重要，
其实在上几堂亦已讲解过，但今堂会讲解得更清晰。上几堂我们讲了什么呢？原来我们在生死苦海中不断轮回的时候，这种过程就称为过渡期。原来每一个生，每一个死，都是一个过渡期，给了它一个名字，称为中阴。或者称为中有，有无的有，因好像有些东西遮阴着你。简单来说，有一个身体，现在你的身体庇荫着你，帮助你支撑着一些东西，有些磁场吸着你，没有肉身支撑着，很容易被它吸着。你现在有一个肉身，你是人，你懂行走，懂走，懂得保护自己，这是一种护荫的存在，有一个物质或实体保护着你。这个就是阴，中阴，中阴整个称为过渡期。你死后有一个过渡期，你在投胎亦有一个过渡期。我们死的时候，这个过渡期是分三种，一个是临终中阴、法性中阴、受生中阴，这些都是很重要。我们在慈悲心与菩提心的观修方法第一至五集亦已讲解过，但我告诉给你们知道，对你们来说实在太重要，记着看多几遍和做笔记，每天有时间看多几次，当你走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些印象。如果你只听我讲一次，不再重温，你很快就会忘记。当你死的时候，再遇到这些景象，根本没有办法掌握得到，很快一闪即过，又错失机会，又要下一生再投胎再死一次，才有机会出现。但下一生你投胎后，还有没有人在讲经给你知道，或上 YouTube 慢慢收看呢？我恐怕没有。你若果在地狱道或畜生道，恐怕都没有 YouTube 给你看，是没有的。你又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千万个投生，才会有多一次的机会。但我想应该都没有，因为真是太困难遇到这些机会，所以你们一定要收看第一至五集，牢牢记熟它，对症下药来帮自己。有一些人说，未知生焉知死，为什么要讲临终中阴、法性中阴死了之后，有什么的过渡期？因为他们不懂，他们不懂，所以为了要攻击别人，就叫别人不要学习。但这么重要的方法，你就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要对症下药，任何事情都要对症下药。现在由第六堂开始至十一堂，继续讲下去，是讲什么东西呢？生中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生存的这个过渡期，直至我们死亡之前，其实我们要做些什么，才可帮到自己。我们现在教导你怎样有一个修行程式，由第一修到第五部分，不会遗漏了第五部分，或只修第一、第二呢？一天分为24小时，24小时分三个时段来观修。第一个是我们刚刚睡醒，或初定，或定中，这部分是讲在世的时候，其实这部分也有讲死的时候，都包括在这里，是我们进入法界的时候，但因为现在是讲生，所以不会加入死在里面，所以你会发觉是睡醒，或者初定或者定中，但其实这个修法应该可以做多一步，就是或者你死的时候，都是你进入法界的一个时刻，你要启动进入法界程式，这个在第一至第五集讲解过。现在我们讲日常生活里面，在梦中里面是什么时候呢？当我们清醒的时候，以致我们发梦的时候，当我们在三界受训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训练，帮助自己恢复 100% 觉悟能力，是由第六集开始讲解。
如果你是金堂第一次听我讲解，希望你由第一集开始收看至第十集，你才会更清晰。我们现在继续讲解这部分。入睡或入定，我们是准备进入法界的时候，我们要输入一个准备进入法界的程式，启动之后就正式运行。要输入，如果我们做得到，这个训练做得好，你就可以很高成数，成功率很高，恢复你的自信，即是佛性，又称为法性，将我们已经隐蔽了的觉悟能力，或称为法性，就恢复为 100% 正等正觉的觉悟能力，即恢复回我们的菩提心。恢复后有什么好处？我们就可以脱离轮回或者成佛，就有这个好处。如果要讲睡醒进入法界的情况，是要用心经来讲解。如果讲日常生活中，怎样模拟自己进入法界，自己现在生活三界中，怎样模拟一种状态准备进入法界呢？就要用金刚经来学怎样修，才可以模拟到那种状态。我们讲金刚经，已经讲了部分，我们回顾一些金刚经的来源。当时有一位长老，长老叫须菩提。请问释迦牟尼佛，我们怎样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这个怎样解释？怎样发圣意菩提心呢？即是说，我们怎样恢复回 100% 没有偏差的觉悟能力，或觉性的那种能力，即正等正觉。如果我们要修到这种程度，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如果我要修到这种程度，我的心应该要想什么呢？留住在那里，怎样受训练？不断想着就可以成佛。在日常生活中，烦恼不断，我要怎样降服自己，仍然将专注力放在修圣意菩提心，令到自己可以修到正等正觉呢？修到这个圣意菩提心呢，是怎样成佛？当时释迦牟尼佛讲了口诀，一个叫应无所住，一个叫不住于相。我们不要执着于任何的一个相状、念想或见解，相可解相状或念想、念头都可以。或解为见解义德，这个应无所住不住于相的意思，即是说，你要觉知一切妄念，所有的投影都是短暂的法性显露，法性是你自己的自性，是你自己的一种体性。我们称为法性，本来它很清净很美好，但轮回了那么久，就显露不出它纯正的法性，被遮掩着，于是我们就看不清楚，而且做了一个荧幕出来，投影了很多东西，扰乱我们，令到我们随意投胎，所以我们要清醒。清醒的意思是，请你提醒自己，看到这些景象，能够牵引你，令你痛苦的任何景象，或者吸引你的注意力，令你以为很快乐的景象，其实这些都是你法性的一个投影，一个显现。你要知是妄念，你要觉知是一种妄念，不要停留，它不会永恒不变，它会时常变迁。如果你觉悟到这一种，你就有机会升起 100% 正等正觉。其实这是一个口诀，是非有非空的口诀。什么是非有？所有的妄念的显现都不是实有，是一个投影。什么是非空？你的觉知能力，你的觉性要恢复回 100% 能力，这种能力是非空，但不是空了，你的觉知能力是存在的，它不是空，又不是实有，因为觉知不是实体的物质。我们上一堂讲解到哪里？上一堂，释迦牟尼佛是这样说，须菩提长老，你要记着，
菩萨但应如所教住所有众生都一定要懂得我所讲这一句这些口诀，所有菩萨都应该如现在所教的方法，将他的心住在不住于相的地方。你的心念是什么？就是不住于相的状态之中，这样你就可以得到无限福德，甚至你可以脱离轮回或者成佛。经堂就会讲解，会详细讲解为什么会有无限福德。其实之前已经讲解过，上一堂我们讲解过什么呢？是讲到这一句，凡所有香，皆是虚妄，若见诸香非香，即见如来。意思即是说，如果你看到一切香状，都是虚假妄念，都是投影，一刹那就变迁，不要留恋它，不要执着它。如果我们见到任何香状的显现，都能够觉知这些香状不是永恒不变的相状，即我们能够如实觉知到它的真实相状、真实本体是什么，就等于你们恢复了 100% 正等正觉的能力。这种觉知能力你能恢复，就等于你见到如来。上一堂已讲解，你可以见到正等正觉，就等于见到佛，见到佛就是见到如来，如来即是佛。详细解释你可看回上一集，经堂我们会继续讲解。须菩提白佛言，须菩提，这位长老就像佛说，世尊，即佛啊佛，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信不？意思即是说，世尊，佛啊，你所说的不住相修行，不要执着于某个相状的修法，即是应无所住，不住于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样深奥，这种教法，是否会有些众生听了而生起真实的信念呢？这样说，很深很难理解。说，见到这些相状，要当它是非相，不是相，有没有人相信你说呢？释迦牟尼佛差点而责骂他，莫作是说，这句话很重，须菩提已是长老，但在几千人面前问一句说话，都给佛责骂，你千万不要这样说，你一定不要这样说，莫作是说是你不可这样说，这句话很重，对一位长老来说，当众这样说，差不多是责骂。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我们解释什么叫善根？诸善根的意思是，你的心性无贪嗔痴，当没有贪痴痴的心性，所做所想的一切，都会得到一种善的果报。所以这种无贪嗔痴心性的这样东西，是一种善心性的根本，亦是我们得到善果报的一个根本，所以就叫善根，即是说，善的心性这种根本，将会令你得到善的果报，所以就叫善根。佛说，如来灭后，当我涅槃之后，当佛涅槃之后，后五百岁，稍后将会解释后五百岁的意思。因为有人问是不是佛涅槃后的五百年内，有些人解错了，稍后会解释给你们知道。有一些持戒修福很好的人，对于我们现在讲解这些章句、口诀的句语，真是能生起信心，而且知道真实不虚，取它来修，我告诉给你们知道，这个人不是在一个佛、两个佛、三个佛、四个佛、五个佛里面种了一种善的心性，有这种善根的人，我告诉给你知道，
他在无量千劫佛里面都种下了这些善根，即是说你种了这些善根，还在千万劫佛当中种了这么多善根，你仍然还在学习，未能成佛，即是说释迦牟尼佛后500岁之后仍然有人相信这些句语，但是否修成功呢？为什么有这种善根他都不成功成佛呢？在千万佛中已种了这些善根，都修不到成佛呢？他是有千万佛种的善根福德，所以他可做人和听到金刚经。你们坐在这里听金刚经，是你们已往生种了很多福德才可在这里。包括在 YouTube 上听的人，如果这集上载 YouTube 的话，为什么他们听到但又修不到呢？稍后会解释给你们知道，为什么在无量千万佛里面种下这些善根，都修不成功，还要坐在这里听，不过就有机会听到，如果下了地狱就没有机会。我之前已讲了一些原因，因为他们全部都只修一至四部分，缺了第五部分，所以无量千万劫种了善根。对不起，你还要继续听下去和修下去，你还未能脱离轮回和成佛。你想想，只修一至四部分，修慈悲和世俗菩提心，你想象一下，你有没有可能成佛？是有可能，但不知何时，是无了期。什么是后500岁？现在解释，在大集经说，有五个500岁，即指有五个500年。后500年是指第五个500岁就叫后500岁。从何时起开始计算呢？这个后500岁是从佛涅槃之后开始起计算。我们计算一下，第一个500年，佛涅槃之后第一个500年，非常之好。特征是解脱坚固，除非你不修，只要你肯修，你就一定会解脱到，而且解脱的人数非常多。但你就会说，何解？为什么佛涅槃之后的500年，那些人要修就成功，但我们这些要修就修不到呢？大家都是听佛说，当然不是，你们听下去就明白。第二个500年，特征是禅定坚固，即是认真修行的人多。第二个500年是很多人很勤力和认真在深山里修行，他们都解脱不到，他只可做到禅定坚固。禅定坚固即是定力很高，定力很高不是就可解脱吗？为什么解脱坚固和禅定坚固原来不一样？当然不同，现在有很多人叫静坐和禅坐，但要看觉知，若果他只懂教你坐，他不会讲解金刚经、心经、佛经，又不讲应无所住，什么都不说，只教你坐，可能讲少少的，但会不会像我现在这样详尽讲解金刚经呢？佛陀都要坐着讲解佛法，我当然要坐着讲解给你们知道。他们只懂教你做，教你做的定就可以，其实是不足够的，因为原来有定力不等于你可以解脱，有定力只不过是你可以有某种能力，看你定力有几高，你就可以进入低层次天界或高层次天界。我告诉给你知道，在三界里面，天界里面是所有修行人都想进入，如果成不到佛，他就要进入天界。进入天界里面是分低层次天界和高层次天界。高层次天界是指色界天，名字是色界天，那处物质很稀疏，不像我们这处密集，你没有定力是去不到天界，尤其是高层次天界。低层次天界
天界，你可以种福，做慈悲，做善事，你心地善良，有在无量千万佛里种了善根，其实你已经可以去到低层次天界，但高层次天界就不是种福或做善事就可以，或自利利他，他是要有定力。他的定力要非常坚固和很高，他的定力比率要去到80分至100分，才可以进入高层次天界。色界天分18种层次，你想去最高的五个层次叫五不还天，进入就可以脱离轮回，不需轮回的五个天界，你要很高定力。有很多修行人误解，以为做的定力好就可以成佛，就做了很久都不能成佛。成佛其实要有什么因素，要懂得什么是空性，非有非空，掌握空性，非有非空，怎样掌握？请你们读通心经和金刚经，读通亦不可以，只是理解，要运用它在日常生活里面配合来修，你要运用到它才修得到，而且修成功才可成佛。为什么第一个500年可以呢？第一个500年的解脱坚固，有些部分是可以成佛，跟金刚经和心经修，而当时没有文字记录，全部都是用语言说，我们称为口耳传承。我现在说一个口诀给你知道，不断地说，好像我现在这样重复地说，他明白便修道。所以最初的500年，上师传给弟子，弟子再传给弟子，再传给徒孙，不断传下去。最初的500年，我告诉给你知道，请你好好记着，每天不断背诵和记住它，又真正的去修，又告诉他修持的体验和口诀，于是他们就成功修到了，躲在深山修有把握，有修法教给你，不会失败。不是只坐住不动，变了一块木头，究竟要怎样掌握？不单只要你专注于静坐，你就会说，如果我只懂解通心经和金刚经，我全部明白，懂得配合来修，你又叫懂我启动进入法界城市，现在又是你弟子。你教懂我怎样实修进入法界城市，甚至教懂我怎样停留的方法，做好训练，是不是不需定力，都可以进入法界成佛呢？答案是你只需要很短时间的定力，不需要若一日、若二日至到若七日，你只需要有很短定力而维持到，不需要定力高达 100%， 你可能只需要 20% 至 30% 的定力，配合你所有这些实修的空性掌握，你就可以成佛。但如果你没有，是在 YouTube 上收看，对不起，没有教懂你实修这样东西，你没有实修的部分，没有口耳传承带着教你怎样修的部分，你没有了，所以没办法修到。但好过没有，你慢慢积聚，无量千万劫成佛的善根就是这样积聚。你不皈依，你就在 YouTube 慢慢收看，但得意义很大，亦缩短你很多劫学佛的修行道路，即是说明了一件事，你要解脱或成佛，你不需要定力高达100分20至30分配合到，你都成功。你成佛的重点在哪里？看你懂不懂运用心经和金刚经、大圆满这些教法，你懂不懂？如果你不懂，没有人教你启动进入法界城市，实际怎样运用这个城市，如果无人教你，你是不懂，甚至解心经、
金刚经其实都是于字面上解释一些专有名词，里面的内涵你都是不懂，所以为什么后来只得这么少的人能够修得成功呢？就是这个原因。第一个500年还有人讲解，到了第二个500年为什么不能够，稍后会说给你们知道。原来之后给人删改了佛陀的东西，你们有很多东西都缺少了，所以有很多人很认真的修，但每个人都叫他们做禅定，就算你做到100分，都是进入高层次天界，但可否到达最高的5层呢？我都不能确保，因为要进入最高的5层，是需要多些东西，不单只100%定力就可以。当你有资格进入，有一条高梯给你攀上，还需要其他元素的配合，所以第二个500年，以很少成佛的人。第三个500年，第三个500年就称多闻坚固，多人讲解佛法，亦都有很多人认真去听，但是有人讲，认真去修，去学的人很少。在第三个500年很少成功，在第二个500年还很多，但第三个500年就很少，修和学都很少。第四个500年就称塔寺坚固，塔寺坚固就是很多人只是装模作样，建筑一间庙，捐一笔善款，或一起建筑一间寺庙，有很多寺庙可以供人们朝拜，庙内有很多佛像供人们参拜，就心安理得，得到佛菩萨保佑，觉得开心，以为学佛成功，因此没有人修得到，因为他们是象征式的。第五个500年的特征是斗争坚固，这个斗争坚固即是是非非常多，你斗我，我斗你，小乘说大乘不好，大乘又说密乘不好，互相指骂，互相争斗，其实是出自释迦牟尼佛同一个教法，只不过不同的一个学习阶段，不应该好像小学骂大学，大学骂中学互相咒骂，应该是共荣共通，才可修到的。到了第五个500年，大家已互相争斗，所以第一个500年和第二个500年称为正法时期，那时的佛法还没有起偏差。到了第三个和第四个500年，已称为相法时期。什么是相法时期？以偏差，样子很像佛法，讲的说话好像佛法，但是那些只是好似佛法，但又不是真正的佛法。例如，只教你念南无阿弥陀佛，你什么都不用学，这些就称为相法。真正的佛法是讲空性，非有非空，教你怎样成佛和脱离轮回，才是真正的佛法。教你念南无阿弥陀佛是权宜之法。什么叫权宜之法？你现在在苦海中这样痛苦，去不到彼岸，你念南无阿弥陀佛，我就吊给你一条绳子，拉你上岸，你暂时在岸上站住，不要在苦海中那么痛苦。但如果你不继续修，你现在修的那些只是暂时的权宜之法，你不继续修，很快又掉回海中，又要找人救你。其实你不是真正上了岸，你只是站在浮沙中，暂时站着，刹土都一样会毁灭，因为始终在三界中，一切无常，刹土亦是。你不修行，只教人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叫人们只看一部佛经就可以，其他就可以不看，令到众生不懂第五部分，觉性怎样恢复他就不懂，是很悲惨。这个相法时期就出现这种现象，很多人说一些很像佛法的东西，但又不是真正的佛法，是一些权宜之法，就称为相法时期。第五个500年，我们称为末法时期，都没剩多少，我们现在
怎样再分呢？我现在告诉给你知道，现在是21世纪，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其实究竟距离佛涅槃是多久呢？已经超过2500年，是属于末法时期。末法时期是有10000年之久，所以现在还有几千年的末法时期时间，仍剩余少量的佛法给你学习，但已是表层的，你想学习精华已不可能。真是这样吗？一切无常，你现在所说的是不是定律呢？按照目前世界上所统一的佛诞时间，佛诞生于距今2500年以上。如果以中国历史记载来计算，释迦牟尼佛是诞生于周昭王24年，即距离现今是3000年以上。这个周昭王的说法，我觉得有一些商榷，但有很多人都说是真的，亦有很多人对此造成一些混乱。全世界公认地说2500年以上，如果用你们的计算方法，就是3000年以上，两者之间相距500年。如果相距几年还有些斟酌，但相距几百年还要争拗下去。但今天不是讨论这些，我们要讨论的东西，其实在我们的莲花海第8期智慧的修行方向说了，那里说了一样东西，果报会随因缘业力的改变而改变，不会永恒不变，是无常的。佛已讲了后500岁这个后500岁怎样计算呢？原来是可以改变，所以我们要修行的原因就是改变，我不要继续轮回，我要改变无常这个东西而变成永恒，进入法界就可以永恒，所以我们就要修行。这个后500岁亦都可以改变，正法时期称为有说、有修、有证，即是说，有人讲佛法，有人修，有人证，相法时期称为有人说佛法，少修，少证，末法时期称为有人说佛法，无人修，无人证，佛法流传的时间愈长。我们辗转流传所有的佛法或教法，不论教你们实修的口诀或精华，其实都被歪曲或流失了，情况越来越严重，精华已逐渐消失，所以现在人们常说什么呢？就是迷信、神通、加持、灌顶，甚至密宗都是一样，大部分上师、佛法都不懂得说，只懂做仪式，例如灌顶。这就叫讹骗骗，灌顶根据正是释迦牟尼佛解释，不可以随便做，一定要那个人合乎资格，才可帮他认证，不合格而帮他做认证就等于欺骗，欺骗那个人亦是自我欺骗。现在很多的上师就完全做了这些，为什么？做灌顶只要拿着瓶子放在你的头顶，什么佛法都可以不懂，穿一件漂亮的衣服就可以，你就有供养给他，他就变了大法王。这么容易的弘法，我都可以，你又要我讲解《金刚经》《心经》，要我说这么多佛法，又要做简报 PowerPoint， 又要剪接放上 YouTube， 这样麻烦的事，当然不做。投放这么多心血，为什么呢？这么容易赚的钱，为什么不做？所以现在其实是末法时期亦或相法时期呢？这真是有一个分水岭，我觉得你们要弄清楚，尤其一些人将佛法搞乱，即是想将佛法变为末法时期，我们怎样可以救回他呢？如果有些懂得真正修行教法的人出现，又有愿意接受严谨教法的人出现，因为真正教法是很严厉，又要守戒，你做错小小事又给上师责骂，上师又要你忏悔，诸多要求又非常之严厉，所以一定要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严谨教法才可以。我不接受，你只管教我。
随我喜欢接受与否，这样你是修不成功，浪费上师的精神，不如你放弃好了。所以如果你真想修到脱离轮回，就要有一个人很严，教到一些东西，还要好严格执行，教和执行都要做。又有人肯愿意接受这么多的教法，要看 YouTube 上所有的影片，都不用睡觉。这么多，要有人肯愿意观看，有人愿意皈依，愿意接受你这样严的教法，错少少都给他止住，这种人日益减少，所以就没有人修得成功。这个其实很容易解释，如果能够改变这种现象，就能够改变后500岁。为什么？因为在法院朱林及三藏法术第111页里面是这样说的，有佛的西藏镇住龙窟40年，令到正法时期延长400年，正法时期原本得1000年，现在变为1400年。佛的西藏其实镇住龙窟已40年，所以一定会出现这种改变和现象，亦令到相法时期延长1500年，合共2500年，即是变了2500年，令到末法时期延长20000年，合共30000年，合共30000年，延长20000年，就合共30000年。我们现在看看，在第一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斯里兰卡首都可伦坡举行，在会中做了一决，他说，我们现在决定，不再争拗。佛陀诞生于公元前623年，成道于公元前588年，去世于公元前543年。我们今年是几多年？2018年、2018年。距离世尊涅槃的数是怎样计算出来？就是用2018加543。公元前543年，现在是公元后2018年，加起就是现在我们处于的年份，就是距离释迦牟尼佛涅槃有2561年。你们说，我们现在是相法时期还是末法时期呢？本来未延长的时候，我们不幸在末法时期，还要过了后500岁，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用学，亦不会修得成功。但现在因为延长了，有些人说我们属于后500岁，但有些人说不是，我们还是相法时期，我们是否在相法时期呢？数是这样计算，不是在末法时期开始计起，1400加2500， 1400是正法时期，2500是相法时期，2500是相法时期，1400是正法时期，1400加2500就是3900年，即是说，由佛涅槃之后的3900年里面，都还在相法中。你看我们现在是2561年，还在3900年之内，其实我们现在是属于末法时期的后500岁，亦或我们现在属于相法时期呢？所以现在还有些人争拗中，我想不要再争拗，我说现在是相法时期，我不会说现在是末法时期的前500年，意味行道后500岁，我是这样认为，因为后500岁的意思，第五个500年，但因为是延长了，就不是这样计算，就不是这样计算，这条数就是后500岁的意思，是解释为末法时期的前500年。其实我们还未进入末法时期，当日释迦牟尼佛的推算是当时一个时空因缘共业的估计，但是释迦牟尼佛说一切无常，当所有东西改变的时候，估计亦会改变，
所以后五百岁解释就等于释迦牟尼佛当年所说末法时期的前五百年称为后五百岁，但现在我们还未属于末法时期，现在是相法时期，所以我们不属于后五百岁，后五百岁是我们之后才是后五百岁，现在很幸运还是相法时期，我们现在计算一下，在相法时期是会有人讲解佛法，讲解真正佛法，但很少人修，很少人证道，原因是有很多人将佛法搞乱，乱做一些迷信、神通、加持、灌顶，令到众生心中的贪嗔痴增加。希望不断地大量灌顶，就不用修就可以成佛，你说有多好，就扭曲了佛法。我们现在看，如果后五百岁改变即延后，而我们现在是相法时期，由于延长变为2500年，延长2500年这种征兆，有没有出现到呢？如果没有这种征兆，不能称现在为相法时期，没有人讲解出真正佛法，只可称为末法时期。有什么征兆出来证明现在是相法时期？是有一个征兆，征兆就是能否有人能够解释及运用到深层的经典及教理呢？如果有这些人出现，证明现在是相法时期，没有这些人出现，就证明是属于末法时期。什么是深层次呢？什么经典是最深呢？当然是心经。心经是讲什么？有没有人讲解出心经是属于讲解法界的一种状况？如果你无听过人讲解，当时还没有人讲解，那是仍然是末法时期。当有人讲解，有这个人出现，就变为相法时期。因为心经其实是说你怎样进入法界而停留在法界，法界的景况是什么的一部经。如果这些佛法你都不能够讲解给他们知道，只是字面解释，什么都没有，又无老，又无死，什么都没有，又无智，又无德，什么都没有，就说完，他们真不知道你说什么，又说五蕴皆空，可否运用这个五蕴皆空，而停留在法界呢？他连法界是什么都不能够讲解清楚，又怎样教你停留呢？他不能解释心经，简单说，他只能字面解释给你们听，但原来心经是说法界的运作，法界的状况，法界的特征。你怎样配合这种特征才能停留？你不能够讲解心经是属于法界的状况，其实你没有解释心经，可能你解释10%都没有，总之你不能运用，你不懂它是说法界，怎样配合特征来运用。这是说，如果有人讲解给你知道这些东西，这证明你将会运用到，当然他要教懂你怎样运用，你要学懂他教你怎样运用之法。若果他现在只讲解状况给你知道，还未教懂你运用，要教你们运用才可以成功。将来我们一直讲慈悲心是会继续讲解怎样运用，但实修就不能讲解，实修是不可公开，因为是口耳传承，实修部分很对不起，实修部分不能教给你。金刚经，金刚经其实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怎样模拟，做一个模拟训练，模拟法界的状态，将来一死时进入法界，或坐定的时候不经意地进入法界，进入法界而停留在那处成佛。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坐，不断地坐，最后就成了佛，就是这样。金刚经教你们在日常生活模拟法界的状况来修。
令我们容易进入。是否有人讲解这些给你们知道呢？如果没有人讲解过这种功用，只是字面解释，你又不懂运用金刚经，就不会修成功。即是说，如果有人懂得讲解，这个就是征兆，征兆就是现在是相法时期，你还有机会修得到，证得到。如果还有人讲大圆满给你听，藏传佛教里最高的大圆满，配合心经、金刚经更深层次的实修口诀给你，你一定修到，这些就叫征兆。所以现在是属于相法时期，你就会说，三个期都同样有说，有人讲佛法，有什么分别呢？正法时期前500年的有说呢，有一些上师用口耳传承，用口说给耳朵听，一代传一代，将一些实修精华口诀教给你，同时他们会全部解释是怎样运用的，不是用文言文和梵文，是用你能够明白的语言来解释给你知道，所以你一听就明白了，好像我现在讲广东话给你听一样，你很容易明白，不是讲一些很深的文言文给你听，令你不明白。所以前的500年是有分别，所有人都证悟到，证悟得很坚固，就不会好像第二个500年，只得坐，只得禅定坚固，证不到，进入不到法界，又修不到，不会这样。相法时期，如果相法时期不只有人教你做禅坐，而是真正教你一些佛法，不是教你坐定，定不是佛法，教你怎样掌握空性才是佛法，所以定力只是助力，来配合你修得好些。真正佛法不是教你定力，真正佛法是要教心经、金刚经、空性，一切唯心造才称为佛法，教念阿弥陀佛都不是佛法，那些只是权宜之法。所以你们要记着，你们要分清什么是佛法，如果他解释得很通透很清晰，这是一个征兆，是相法时期。所以根据夏扎法王预言，他说，依喜太贤金刚上师和我的所有教法，将会可以流传很久，可以直到千几年以上，是会救度很多人。当时其实我都不太明白，敦珠法王二世说得更清晰，他说，我们的根本上师之一刘尚瑞下之金刚上师座下有一位弟子很厉害，他可以将佛法讲得很通透，帮助很多人，大大改变了佛教修行状况，和夏扎法王讲法一致。他两位的预言，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要依靠网络世界才可完成。当时我不明白，因为他讲给我听这个预言，差不多是很多年前，网络是存在，但还很落后，速度很缓慢的网络，所以如果要应验到夏扎法王的预言，我觉得是可以，但是不是全部都可以呢？但又未必是，因为我现在只是一个讲解层面，但带着你们实修是不可能上载到 YouTube 让人去学，不能够这样做。我以前解释过，因为有很多口诀给冤亲债主知道，你就不能修下去，所以说不得，又不可放上网，所以一定要带着已皈依的弟子，才能够叫他们修，要口耳传承才做到。这口耳传承的教法也因此缘故而被规范了，跟着我修的人只得十几个，因为我很严格，给我筛选离开一很多，于是很少人跟住来修，于是少修少证。我有一些弟子很懒惰，很少修，有些弟子时常犯戒，
给我责骂，要纠正他们，纠正他们的犯戒，用了我很多时间。虽然是修行路程之一，但是踏入正式修的觉性是有一段距离，但起码我们用3900年减2561年，我们还有1339年是属于相法时期，我们还有1339年有机会修道。一去到末法时期就没有人修道，没有人再可以脱离轮回或成佛。是有人讲解给你听，你还可以在 YouTube 收看到。但是我相信，如果用夏扎法王的预言来推算，我们至少保留到千几年内。1339年，我觉得应该不困难。如果用 YouTube 或网络流传，千几年应该可以做到。但如果要带着人修，如果要应到夏扎法王的预言，我想如果口耳传承，一预言多一件事，我们的徒子徒孙都会承接到。我们所教一些实修的教法，他们修得到，义正得到，至少一部分，然后留到后来教人，先可以延长到应夏扎法王预言。所以我计算过，我用这个来推算后，我就会觉得跟着我修的人是应该有人修道。你只看黄素娥，我有一套放在 YouTube 的影片，那套影片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中有女人吗？那套片和 TTIC 实证的一个案例，有两套片，说黄素娥是我弟子，跟了我7年，他不懂空性，什么都不懂，心经他知道但不明白，他亦知道有金刚经但亦不明白，但是他只懂念南无阿弥陀佛，但他有跟着我们，所以他经常都听着我讲，他听我讲佛法已很多年，只凭住这些福德，他很勤力修，贪嗔痴很少，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很容易就将他带往佛刹土，他继续在佛刹土修空性。他在生时不能够明白，因他年纪大，脑部的局限，知识学识方面的局限，去到那个刹土就没有局限，他就可以继续学习，但仍然要继续修和学。而你们现在是否可以去到佛刹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黄素娥那样好福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修到那种程度，我不肯定你一定会成功，但是你们现在听我讲心经、金刚经都是一种福德，都可以积聚无量福德，你们要珍惜。这个预言里面说明一件事，在正法里面没错是有说有修有证，但正法时期前500年的有说是真真正正用口耳传承，所以他们有人证道，总是正量坚固，后500年已不能。末法时期是有说无修不证，没有人修又没有人证道，所以你们记着还有1339年时间，虽然你们只有几十年寿命，但你们要珍惜今生，因不知道你们投生是否在1339年之内，又能否听回这些经典。但有一件事很重要，你们要记着，只解释是不足够，还要运用，要带着你们实修才可以。我解释完你还不懂掌握和修，不过由从前不理解到现在已经理解，至少你现在知道和理解已经差很远，因为在我们的佛法里，教信、解、行、证四个阶段，你信、你相信、你懂解释吗？解这个字有两个层次，一个叫解说，有没有人解得通和解明白那些佛法，解释对那些佛法。如果你说没有人解明白，
不用问，你是不能理解得到，你只是讲名相，你最聪明就背熟那些名相，你最聪明只是背诵及表面理解那些名相的专有名词，你怎会明白里面深层次的道理？你不懂，没有人讲解给你知道，你是不懂，靠自己的悟性，真是要三大阿僧祇劫才可以。你的悟性要慢慢储蓄起来，即是说，你要记着，有些人以为，我看着你的 YouTube 便可以，不需要来皈依你，给你严厉管束我一定不接受。于是我只做解释，于是他只可以去到什么位置呢？信、解的位、行、正的位，他能做到吗？就不能做。怎样去修行？怎样去执行？怎样去实行？怎样运用里面的教法来做一个修行城市去修行呢？有没有人带着你去修，帮你印证呢？无。所以行和正这两个阶段，执行的阶段不能做到，没有执行过，你还在理解的阶段中，你认为自己是否可以成佛呢？你死后进入法界，你认为是否可以停留着不会掉出来吗？我以告诉给你知道，不可以。你的机会率很少，但至少你有一些印象，好过没有。但有没有几千万亿分之一的机会率呢？是能够停留在那处呢？或者可能是有，或者你很多生多世以前种了很多福德，终于有几千万亿分之一机会率给你停留着。我不能确定，可能你能够做到，但机会率太少，好像买彩票又不见你中奖，它的机会率比中彩票还少很多倍。这个形式重要，所以你们要留意执行力，执行力是很重要。你怎样理解通透那些东西都没有用，你不去执行就是没有用。你要怎样做，是否全部都没有用呢？你可以储存在想的资料库里，想运那储，保留着下一生继续储蓄，储蓄三大阿僧祇劫里，终有一天你会执行去修，就有机会成功。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说，爱因斯坦说，如果你无法向一位六岁小孩解释一些道理，其实代表你自己也不明白，所以你就解释不到。如果你们能明白，就可将化繁为简，很高深意可以解释得很浅浅，用一些比喻形式令小孩能够明白。所以有些人说，这句话是这样解释，如果你将事情的表面弄得越复杂，你就无法理解那样事情的核心内容，因你都转带人们游花园，令到他们很模糊，他们更加不明白你说什么真正的意思。我现在在解释这句说话，或者用佛法来做一个比喻，即是说，如果你真的明白那种道理，如果你真的明白心经，你又真的明白金刚经的话，你自然可以用最简单、直接、浅浅和清晰的解释，解说这件事情，而且不会偏离真正的意思，即使是六岁的小童都会明白。当然六岁的小童能否明白空性呢？你们亦要慢慢晋级升级，慢慢听我讲解，不可能短时间立刻明白，但终于有一天他会明白，因为你用最浅浅的方法教他，他终于有一日会明白。第二，如果你不明白那种道理，你的解释就会变得非常之复杂，很混乱，很间接，很含糊，令到所有的人都不明白你究竟在说什么。如果有人告诉给你知道，有很多说佛法的人，就是这样欺骗他的信众，讲很多佛法和很多名相，而又没有解释内里的真实内容。讲心经又讲解不到法界真实的状况，
他不能解释，你问他什么是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可以成佛吗？是做了什么呢？他又解不明白给你知道。很多人向我投诉，上师，我在外处听了很多年佛经，我问他们何解，他就说我的智慧未到，所以你就不明白我说什么，所以你不明白，你回去参透一下，问他多次，他都说你回去参透一下，结果我得不出答案，问不到任何事情，所以我不明白，这是一种皇帝的新衣的欺骗，是谎言。事实上，现在有很多讲解佛法的人，都是用这种谎言自话自说，欺骗他们的跟随者，令跟随者以为这些弘法者的修为很厉害，简直就是高深莫测，说不出来，还不是高深莫测吗？要慢慢参透，还不是高深莫测吗？你估算你是否要参透一亿年之后，才能明白心经是讲解法界的状况呢？例如他不说给你知道，你可能要参透一千年之后，你才明白心经是讲解法界的状况，它的运作和里面的情境，他不说，你是不明白的。其实是他不明白和不知道，所以他无法教你，你不断问他心经是讲什么，他没法给你解答，所以就这样回答，于是你就觉得真是高深莫测，其实并不深，只要你明白他就可以跟着来修，怎样修和执行才考你的实力，若果你自己都不理解内容，听众又怎能理解你说什么呢？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规定，对所有弘法者做了一个规定。释迦牟尼佛曾经告诫所有弟子，你们不可以用深奥的言辞来弘扬佛法。他勒令所有弟子要用各种不同的百多种的印度方言来弘扬佛法，要他们听懂明白，用他们最明白的母语来讲解，其后统一用巴利文。巴利文即口语化的文字，即好像白话文，很容易看得明白。如果我用古文讲解，一连串用古文讲解，你们就睡着，不知道我说什么，所以一定要用口语的方式来说。因此释迦牟尼佛勒令不准他们只用美丽、美好的词语，例如梵文来说，释迦牟尼佛不容许。什么叫梵文？即高阶层人士用的文雅语言。什么叫高阶层次？因为在印度分等级分阶层，最高级的叫婆罗门，是宗教人士，在下一层次是皇亲贵族，在下一层次已是商人、平民，在下一层次他们叫贱民，所以他们不懂古文、梵文，他们只懂得自己的语言，所以释迦牟尼佛勒令不准用梵文来讲佛法，一定要用他们能明白的语言来讲佛法。因为一般婆罗门最高阶层次的人，精英分子来教你梵文亦要用12年时间，要用12年来研习才能掌握，一般人都不懂梵文。在前的500年，释迦牟尼佛涅槃的前500年，全部都是用口语化的文字来弘法，所以就有人证道。之后的500年，全部一律改用梵文，因为当时开始有文字，有文字，所以全部规定都用梵文，于是没有人明白，很少人明白，所以很少人修道。所以现在我解释给你们知道，为什么在正法时期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的前500年会有人证悟坚固，后的500年每位都是坐定但没有人修道的原因就是这样，就因为后来用了梵文引致人们不明白，所以很少人修道，所以后来的佛法就变成非常之令人难以明白的道理。我们现在的佛经是用梵文
梵文来翻译出来，梵文已很难掌握，还要翻译为古文，还要很美丽的文字，还要一些寄送，这样就非常困难。所以你们看不懂佛经，就因为他们不遵从释迦牟尼佛的话，因为释迦牟尼佛说不准你用梵文，但你就偏要用梵文。所以大部分的佛经是用梵文来写成，当然亦有一些是用巴利文写，亦有人遵从释迦牟尼佛的吩咐，不是全部都不听命，有些是用巴利文写，那些是口语化的。所以你会发现修小乘的人看巴利文的经典是比较多，有些人是证到某个程度，虽然他们不能成佛，但都可能去到高层次天界，他们都可以修到一些，因为他们是用口语化的文字来做讲解，看佛经好像看白话文，看巴利文就好像看白话文一样，所以很容易明白。我们特别悲惨，我们是用梵文，我不清楚翻译的那个人懂梵文的程度，翻译的那个是中国人，他是懂古文，但他懂梵文的程度达到 100% 或 60% 呢，我不知道。例如他懂得 60% 的梵文，掌握六成，然后翻译为古文，而我们看古文又能掌握多少呢？可能两成、一成。于是我们是否明白佛经中的意思呢？不能够，所以有很多东西都失传了，这是高雅的文字与口语化的文字的分别，信、解、行。正我已讲解过，解说部分是很重要，如果你在解说部分，不论用文字或口语化，你讲解得很高深，需要查看字典才懂得，你就等于破坏佛法，是犯戒行为，因为人们听不明白，就间接破坏佛法，你就会说，你说是犯戒，我真不相信，你不相信吗？第一个500年是解脱坚固，有人解脱成功，有人成佛。第二个500年得禅定坚固，只是坐禅很好，很少人修道的。正法时期已是这样，你不认为他们已犯戒吗？因为他们在第二个500年改用梵文，不用巴利文，你都说不是证据，我就给你第二种证据。在律藏毗尼母经卷四，四分律卷52，五分律卷26，十诵律卷38，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六，这些佛经全部是讲戒律的，其内容大致相同，都是说那些。我现在引用了巴利文，其口语化，我不引用古文。古文我害怕你看不懂，我用口语化，类似我们的白话文，抄那段经给你们看。白话文真是好，那时有两个比丘，他的姓是耶弥卢帝居罗，是两兄弟，原来生在婆罗门家，本来是婆罗门贵族，婆罗门全部都是高级贵族，声音良好，他的声音很好听，善于谈说，很懂说话。他们来到世尊那里，来到释迦牟尼佛面前，向世尊致过敬，顶礼之后，坐在一旁。坐下之后，两个比丘向世尊说：“大德。”他不会翻译成世尊，他们口语化的文字叫大德。他说：“大德，现在的比丘、出家人，不同姓氏，不同名字，不同门阀及阶级层次，不同家世，都来出家。简单说，三教九流都来出家。他们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毁坏了佛所说的教法。他们说话又不文雅，又不美丽，好像粗话一样，败坏佛你所说的一切，贱民之外的贱民所说的话就是粗话。他们都学佛和出家，不可以败坏佛你这样高贵所说的一切，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不如我们统一。”
以后讲佛法一律要用梵文，不可以用俗语，不可以用不文雅的文字讲，全部禁止，百多种文字一律禁止采用，只可以单一用梵文，请问佛好不好？他们胸有成竹，我这样高贵的人士，走到佛面前，提议这些高贵的建议，佛怎会不接受呢？佛就这样说，佛世尊呵责他们，直接骂他们，你们这些傻瓜，释迦牟尼佛讲佛法都是用俗语的，叫他们傻瓜，即是骂他们傻，怎么竟敢说，竟然够胆说，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这句说话你竟然够胆讲。傻瓜，原来佛所讲的说话是这样平易近人，令人容易明白，用傻瓜来形容他们，用文雅的词语来骂他们都没有，这样既不能诱导不信佛的人信佛，如果你用梵文来说佛法，你不单只不能引导人们信佛，不信佛的人你想引导他们信佛都不可能。他们都不明白你说什么，也不能使信佛的人增强信仰。他相信了，但你所说的一切他们都不明白。他们想增强信仰，将信念增强都不能够，因为他们不明白你说什么，而只能助长不信佛的人。你助长不信佛的人，是已经信了的人改变信念。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外教，有很多在外边的教派，每个教派都用人们能明白的方言解释，用俗语，用所有语言来说，所有人都明白，他们就觉得外教说的都很有道理，你所讲的道理是说不通，听不明白，所以我不相信，于是你助长了不信佛的人相信其他，又令到相信的改变信仰，于是世尊责骂他们这样不可以。呵责完了以后，又给他们说法，我同你讲佛法，然后告诉比丘说，比丘呀，不许用梵文表达佛语，我现在给你们下达命令，不可以用梵文讲佛法，但五百年之后没有人理会，一律用梵文，违者得突吉罗，谁人敢违抗我现在落的命令，他就会得到突吉罗。什么叫突吉罗？突吉罗是犯了某一条戒的罪名，是一个罪名。这条戒是什么呢？在四分律是这样说，这条罪是犯了身口二业，犯了一些恶业。你的身无论写这些文字，用你的身做一些表达佛法的事情，或者用口来讲解佛法，只要你是用梵文，你写梵文出来，用梵文来写佛法，你用梵文来讲解佛法，都是犯了恶业。犯了恶业有什么后果呢？当然有恶果报，但有什么恶果报呢？这个不是要追查的重点，主要知道我们犯了戒就可以。所以我之前说，后五百年正法时期的第二个五百年的时候，全部人都犯了戒，所以后来佛教分裂，犯了戒就有恶果报，佛教就分裂为小乘、大乘和密乘，就是这样升起了纷争，这就解释了后五百岁之后。所以我们看回《金刚经》所讲，佛告须菩提，佛同须菩提讲，莫作是说，等于责骂他。这句说话很重，你以后不准这样说的。总之就在佛灭了后的后五百岁，代表末法时期的前五百年，当时他形容后五百岁，说末法时期时的前五百年，但现在我们仍然是相法时期，我们还有机会，不必担心，我们可以证道和成佛，不用担心。他说还有持戒的人会相信，因为如果你讲这句末作是说即是犯戒的，所以如果有人讲金刚经，你说讲得这样深奥，有没有人明白呢？你这样说就犯了戒，立即已经犯戒，千万不要这样说。
释迦牟尼佛已提示给你们，如果你刚说完，旁边的人本来都相信，我努力理解金刚经，但你说是否会有人相信呢？这样深的，又是又不是，又有又无的，不懂是什么？旁边的人本来相信，但听你说完了之后，他就不相信，就念回南无阿弥陀佛，你就大件事，犯了重戒，你就害死他。怎样害死他？现在继续说，稍后告诉给你们知道怎样害死他。文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只要有人听到我这些句语，只要升起一念净信，一念的很相信。须菩提长老，你可知道，如来悉知悉见，所有的佛立即见到这个人竟然有一念升起这个净信，全部都看到，所有的佛见到他原来有一念净信，你知道让诸佛看到有什么好处呢？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若一日至若七日，一心不乱这样高的定力，才可以连接佛菩萨给他看见你的求救，前来救你，你念到那么凄凉，才有机会连接到佛。现在你就这样对着章句升起一念净信心，清净信念，相信而觉得是真的，你就如来悉知悉见，所有的佛都可以见到你，你可以立即联络所有的佛，你想不得救就难了。所以是诸众生的如是无量福德，这个众生可以得到无量福德。为什么？本来天界很难进入，你要种很多福德才可以进入低层次天界，你念南无阿弥陀佛都要念到若一日至若七日，一心不乱这样辛苦，但不知是否成功，才可有机会，不一定成功进入佛刹土。但你现在已得到无量福德，得到无量福德是何解？就是可以进入佛刹土。何以故？就解释，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我现在在解释，金刚经有两个口诀，应无所住，不住于相，即是说，你不可以将你的心念住于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念头，任何一个相状，任何一个见解都不可以，你不可执着于那处，不住于任何相状，即是什么啊？不住于六尘相，之前已讲解过。你收看慈悲心与菩提心的观修方法第七集，那里很详细讲解不住六尘相，现在不再讲解。六尘相即是在尘世间有一些吸引你的东西，你不要执着于它，你又不可以住于四相。什么是四相？你收看慈悲心与菩提心的观修方法第六集，即是什么啊？我相，稍后我再解释。只要你不住于六尘相、四相，只要你做到应无所住，不住于相，不要执着于任何一个相状、任何一个念头、任何一个见解里面，只要一念的不住，一念你就已经可以让所有诸佛菩萨都立刻连结你，他们全部都见到你，有无量福德，你想不去佛刹土都很难。为什么一念净信就可以呢？因为一念净信就等于恢复一念的正等正觉，因为应无所住，不住于相，只有 100% 正等正觉不偏差的觉悟能力才可做到。你只有一念的时间，弹指之间1/20秒，总之是一念，你能够升起这一个，你就有一念的时间，就恢复到 100% 正等正觉，即时和所有佛的正等正觉相通，明白吗？所以如来悉知悉见，所有佛都知道，你的觉性和诸佛的觉性都相通了，
他的觉性是正等正觉 100%。 你现在恢复到一念的正等正觉，就和佛相通，于是佛立刻见到你。本来大家相隔着，彼此之间隔着些什么呢？你的心念杂念阻隔着佛，本来大家互不相通，但现在通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和所有的佛都见到你，因此你就可以升起无量福德。所以你要记着，法界是讲一元状态，三界是讲二元以上的状态。我们要成佛，就要进入法界，我们要恢复一元状态的状况。我们现在身处于三界是二元以上的状态，常常和别人做比较，有两种以上的东西存在，令到我们无办法恢复回一元状态，不能进入法界和不能恢复觉性。如果你恢复到，即是你有机会进入法界，一念即是等于你有机会进入法界，而且甚至有机会停留，这样还不是得到如是无量福德吗？你可知道不用若一日至若七日，一心不乱来联络诸佛菩萨，而是立刻得到诸佛菩萨的保护，因为你用了一念的正等正觉来联络诸佛菩萨，是最快的。我曾经讲给你们知道，心念，心的速度是快过光速，光速又快过音速，你用音速来念南无阿弥陀佛，简直就是汽车与火箭之差。火箭刹那间到达，但汽车还在地上行走，你必定迟迟也不能到位。所以如果你骚扰别人和犯戒，别人讲金刚经或看 YouTube 听着金刚经，而你就说这样深，又是又不是，有没有人相信呢？旁边的人真是不相信的话，你种下的恶业相当之重，将来不知道你会下地狱的那一层，以后你不可能听到佛经和口诀，所以千万不可以犯这些戒。当你有这一念的升起，即是在你的想运，你思想的资料库里面，你行为程式的资料库里面，就会储存了这个行为程式，即是你将来死了之后或无意中进入法界，你这个行为程式有机会可以运作得到，是有机会，不是一定得。当然一定要有上师教你，带着你去实修一些东西，才可以真正运用到，但都是有机会。因你多了一些东西，你可以流传下一世，在下世还留存有这个程式，有机会恢复得到，这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就称为无量福德。真是无量福的才做到这些位，你做到了，你就更有机会进入法界和成佛。所以无量就是这个意思，无量就是生生世世储存在你的想运里面，以后你将会有机会运用到它，这个是对你有无尽的协助，所以就称为无量福德，永无止境的一种协助，所以就叫无量福德。跟着释迦牟尼佛继续讲解释，何以故？何解呢？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这是讲什么呢？我相是对于自我意念的一种执着，有很多人很执着，你说他错些少，他会找出所有的电由来和你对峙，不会承认自己有错。他的我执非常之重，不可能教懂他任何东西。什么是人相？人相是对于其他人的意念执着，常常指责别人，咒骂别人，说别人，令到他给上师责骂，将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不懂得自我检讨，这些就称为人相，即是执着他人。什么是众生相呢？对于其他别类众生，
例如我很喜欢自己的宠物狗，非常挚爱它，我为了它情愿不进入法界也要与它相依为命，结果大家一起轮回，都不知道你投生做了什么，我又投生做了什么，大家都是分开了，最后大家都在苦海里继续投生，不知你我投生成什么畜生，还有宠物之分别吗？你就是为了短暂你所执着喜爱的东西，而结果继续在苦海里浮沉，这是不好的。寿者香，什么是寿者香？我要长生，我要永生，我又要去刹土。我又要修这个佛法，我又要观想自己成为本尊，我不断灌很多的灌顶，这个本尊很厉害，叫普巴金刚，有三头六臂，有很多法宝，他就会帮到我，我一定要认着他，观想着他的样子。其实你可否知道这些仪轨，观想这些本尊香，最后是要导入空性，如果不导入是不可以的，甚至因为你心性差，这些是会拖你入地狱的，你可知道心性差是会累你下地狱的，你观想这些样子凶恶的本尊，你的心性可能会因为你对佛法理解不足而变差，样子亦会凶恶，这就大件事。所以这些住相的修行，寿者相即是观想一个阿弥陀佛出来，我现在观想一个阿弥陀佛，我又念南无阿弥陀佛，想住我一定会去到佛刹土，你就算进入了法界，你亦会掉回出来，因为你的心是不想成佛，你是想去佛刹土，所以一定会退回入三界，就退掉出来，这是你想要的，一定得，但掉出来不一定可以去到佛刹土，不一定可以进入佛刹土。但一定可以继续轮回，继续轮回，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住相在这几种相状上呢？因为我们要融合为一，进入法界之后，法界的特性是什么？所有东西都是融合为一，但是你硬要执着于我相，我死都不认错，我死都不忏悔，你执着于那处，你怎样融合一起呢？所以轮回你一定有份，进入法界和停留在法界你一定不可能，因为你执住着我相、人相这些，你无办法融合为一，即不可能遍满一切处，无办法遍满一切处。你的法性是无办法恢复，当法性恢复回 100% 之后呢，它是可以遍满一切处，你正等正觉的觉知是可以遍满一切处，无处不在，但你执着于一处地方，又怎样遍满一切处呢？你执着于一个点，就在某一点，是不可能遍满一切处，又怎可以融合为一？即是你一定会在法界退出来，无办法成佛，你永远一定要轮回，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请你们不要再住相，如果你能够不住相，只是一念，所有佛都见到，你立刻恢复到一念的正等正觉，所有佛都见到，你就积聚到无量福德，所以你要记着，法界及正等正觉的特性就是融合为一和遍满一切处。什么叫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呢？法相，你执着我可成佛的一些方法，或我可以往生佛刹土的方法，就叫法相。无法相，你不可以有这些执着的念头。我说过，相即是什么啊？念想，一个念头，或者见解。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给你，成佛的方法不重要吗？你讲《金刚经》都是为了想教我成佛的方法，但你又说不要执着于它，又要没有它，全部都没有，又不是什么都没有，还有觉知存在，是怎样修？现在就是讲解了这么多堂给你听，
可能要讲解十多堂来教你们，现在只是讲解第十一集，还未去到那个位，但讲少少给你听。为什么不能够？我举一个例，心经有一个口诀叫五蕴皆空，如果你要停留在法界状态里面，一定要做到一件事五蕴皆空，这五个资料库要空了它，于是你死了之后，每个人都有一个机会进入法界，你进入了法界，你进入法界之后就想，你就想着，五蕴心经讲的五蕴，有想蕴，有行蕴，有感受的蕴，我现在会不会有感受存在呢？会不会还有思想的资料库存在运行中，我就会调回出来，我就会由法界跌回入三界。其实我的想运是否运行中呢？我对物质的贪念还存在吗？如果你执着于五蕴皆空，不断执着于我现在五蕴清空没有，这五个资料库清空没有，又不断的执着，于是你会怎样呢？就会跌回三界继续轮回。为什么？你不断执着于有或无，你可知道有或无是什么吗？又有又无是什么？是二元以上的东西，现在法界是一元，你住于法相，就是你执着于那个地方，就变了有二元状态出现，你执着于某一点，你没有办法遍满一切处，你没有办法做到融合为一，你执着于某一个点，就不能够遍满一切处，所以我教你们包括空的相状，都不可以执着任何一个相状，你执着于某一个点，你都被困着在那一点内，因为法界是属于一元状态，三界是属于二元以上状态。我们现在要将法界同三界融合为一，全部要变成一元状态，我们才可以成佛停留在法界，所以我们一定要无法相。无法相的意思是你不要执着于那些方法。什么是非法相呢？亦无非法相的意思是你不要执着一些空的方法，所有方法都空掉它，什么都空掉，连觉知都空掉，什么都没有，连觉知都没有，好像一块木头一样，什么都无，思想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觉知，就称为非法相。亦有一些人这样解释，法相是帮助你去佛刹土或者协助你成佛一些方法，凡不是这种方法，错的方法，不关系这种方法，就称为非法相，都可以这样解释。但亦有很多人解释为什么都空掉它，他解错了心经，心经说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即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连觉知都没有，这种称为顽空，顽劣的空，错了，错误的空性，没有觉知存在，所以在《金刚经》中说，无法相，亦无非法相，这样东西，为什么？当你常常判断，这个是法相，我修这个五蕴皆空，就可停留在法界，这个就是非法相，是顽空，于是当我进入法界时，但仍想着这个是非法相亦或法相呢？想着如果我是非法相，就会停留不住，于是你产生有或无的二元对立，或二元以上的东西存在，那么你就不能够法融合为一，于是你不能做到一元状态，就退回出来。所以释迦牟尼佛说这句话，要你们放弃这些相状，放弃这些念头，放弃这些见解，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帮助你融合为一，遍满一切处，而停留于法界。所以要记着，住即是停留，而不住于相就是融合为一，令你可以停留于法界。为什么？因为法性的短暂显现所有的东西出来，见到任何相状，任何念头，任何见解，都是你法性的一种投影，一种显现，
皆是虚妄，都是一些假象。如果你明白而又可以融合它为一，那个一是什么？一就是法性。如果你将所有虚幻的东西融合为一，将它收回融合为法性，知道一切现象是法性的一种投影，不要执着它，不需要执着它，不住于那处，这样你就可以做到融合为一。如果你不能做到，又会有什么后果呢？不能做到，你还执着于这些相撞，你就要继续轮回，你就有法界跌回三界继续轮回，所以应无所住。不住于相就等于没有法相，亦等于无非法相，所以这两句口诀就等于不可以有二元以上的东西，这个是法相，这个不是法相，这个是人相，这个不是人相，这个是我相等等，全部将它融合为一，这才可以，不可以执着于任何相状，不可以执着而住，而停留一个地方，否则你会被困。你要觉知这些是什么，你要有觉知，要知道这些是什么。它投影一只猪，投影一个城，你要知它是什么，但不可以进一步执着它不放，因为当你住在、停留、执住不放，即是停留那处，你就会受困，但你不住在那里就不会受困于一点，这种觉知就称为非空，不是完全空了。这种不会执住不放的东西，不执着于有，不执着不放，就称为非有，这些就叫非有和非空的一种理解、掌握。而如果你运用到，你就可以进入法界，甚至停留而成佛。何以故？释迦牟尼佛继续讲解，是诸众生若心取相，如果所有众生的心常常喜欢执着于相状，例如，见到这个男人就说很俊俏，看到这个少女就说很漂亮，这个又很丑陋，这个是衰人，这个常常害我的。如果常常住在这里，执着于这些相状，那种念头，那种见解，甚至你去灌顶，学习以鬼修行，而执着于那些本尊的观想，例如阿弥陀佛，执着于他而不懂将他导入空性，你都不可能进入法界成佛，因为你已受困于一点，你不能够做到遍满一切处，你困住在我要观成阿弥陀佛，你就不能够遍满一切处，不能够恢复正等正觉而成佛。下一句若取法相，即住我、人、众生、寿者，都是一样，你执着于法相，你都是住相，住于四相众，你有受困于一点，于是你又不能够成佛。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住我、人、众生、寿者，他又说多一次。无论心的取相是什么，你取法相或非法相，你都等于住相于四相。那四相呢？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都等于受困于一点，不能够遍满一切处，没办法恢复你的正等正觉而成佛，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所以你不要取这些或者执着于这些东西，说这个法可以帮助我成佛，或者可以去佛刹土，或者这些不是法，亦都不可以取非法，这些非法更加不可以取，因为这样，你要分这些法，这些非法，当你分别而又执持的时候，你就会有二元以上的状态出现，就无法融合为一，你就不能够遍满一切处，就没办法成佛，以是义故，因此根据这个义理，这个道理，如来常说，我都常常说给你们知道，汝等比丘，你们这些出家人，
知我说法，你都知我是这样说的。如法欲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我做一个比喻，你现在要过河道对岸，你目标是过对岸，你目标是成佛。你现在要过河，但不懂游泳，又不懂飞翔。于是你做一艘木筏，撑着这艘木筏到对岸，你会否上岸之后，还拿着木筏上岸，之后还背着木筏行走呢？你是否会这样做？不会的，因为木筏是工具，是一个方法帮你。你成佛之后，你已进入法界，你已掌握和知道停留在法界有什么特质，怎样停留。一旦进入法界，你就不要再执着住什么是对的方法，什么是不对的方法。怎样又令我调回入三界？你何必还执着于他？你应该很安然住在状态里面，就可以停留。当然还有一些东西要配合，但还有一件事，它说明一样东西，法上应舍。所有这些方法你都不要执着，要舍弃它，好像木筏一样，不可背着它在法界行走，不然你就会由法界掉出来，何况非法。何况那些不可以帮助你成佛及停留在法界的方法，你更加不可以取用。简单来说，即是不要受困于一点，如果不是，你就没办法遍满一切处，你就没办法恢复正等正觉来成佛。究竟是否有人无修行佛法，什么都不懂而又进入法界，而又理解得到我之前所说的东西，但又因为缺少了一些东西而掉出来呢？究竟它缺少了什么呢？我们现在看看，我们法界的特性是融合为一。我们2011年请了三位全球最顶尖研究濒死体验的专家来到我们这里，其中有一位专家叫 Dr. Peter Fenwick， 他说访问了一位人士，这位人士进入了一个界别，他认为这位人士说的东西很有趣，但他不明白。这位人士说宇宙合一，但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合一。他将这套片段给了我们，现在就可以在讲座里面讲解，所以我现在就播这一段给你们看，你们就尝试看一个普通人进入法界之后，他都可以体验得到我之前所讲的一部分的东西。金刚经的一部分他是体验到，但他就因为不懂得运用，所以就从法界掉出来。你就看他讲什么。I've got into the habit when I'm talking to my wife and knowing that I'm coming to do this. That's the answer. One. Not my finger. One. That's all there is. There is no you, there is no me, there is no God. You are part of, we are everything. It's one.You're one part, forever and ever. It changes. It wouldn't matter to me if the scientists are right, and they probably are, that the universe began from, in the Big Bang, from a singularity. It may or may not collapse back. It doesn't matter. It's one whole. We are part of it. It always has been, always will be. There is no creator.他时常举起一只手指一，常常都讲一，一是什么呢？我之前已讲解过，这个一就是所有东西融合为一。他说分不出你和我，宇宙已经没有分别，不能分。我们就是大家的一部分，大家是融合在一起，你和我都是一部分，大家在一起，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他的意思就是融合为一。他说进入了这个境界，他进入法界，他不知道是什么，但他感觉所有东西都是融合为一。我们现在在三界里，还要修怎样融合为一，但他不需要，他进入之后就自然觉得，但他为什么会掉出来呢？他已知道要融合为一，他知道一，但他不知道这个一代表什么，和怎样继续下去。其实就算你进入了法界，你不用修，你都知道所有东西融合为一，不需要我讲解，不需金刚经给你理解，好像他不懂佛法，这位 Alan, 他都懂。但他都掉出来，为什么？就因为在我们佛法里面已讲了信、解、行、证，在解释的部分，就假设他已经相信了，一进入，他便立即相信了，因为全部都融合一体，为什么感觉上我和你没有分别，四相没有了，全部融合为一，无你无我，他相信。他一理解到，他都解释这个是一，融合了为一，一，你知不知道是一，总之这个就是一，他说了很多遍，但不能解释，但他觉得自己明白这件事情，他已解释了，但他不能够执行，他不能证道，所以他就掉出来，所以就说明一件事，他没有听《金刚经》的解说，他未曾理解过这样东西，虽然他进入法界，觉得自己理解，但是他做不到下一步层次执行。你怎样执行？你怎样停留在法界？你现在相信而又明白，你一知道要融合为一体，但你都不能够融合，你又是否做到遍满一切处呢？你可否留意到他未有说及遍满一切处这东西？可能你会说，他说所有东西都是一融合了，就是遍满一切处，但他是否真正理解这样东西呢？他说不出来，他只是说一，他能否执行这样东西呢？他不能执行，所以就掉出来。后面还有一段，因为时间关系，我不播放给你们看了。他说很想回去那种境界，那个境界就是代表永恒，那个境界就是最终答案。他说，如果我再进入就成功，如果我再进入，所有痛苦都消失，那里是很快乐的。他说，那种我不能形容的快乐。他有一片段是这样说的，我不再重播这一片段了，你收看修心篇第七集， YouTube 已有他全部的访问，请你收看。我已加入讲解，但我特别播这一段，是想告诉给你们知道，法界的特性是融合为一，但就算你理解这样东西，你不执行它，你不跟着一位上师带着你修，用一个程式带着你修，来训练你，你错了立即纠正你，你去到那个位太快，发生的太快，可能你出多一些念头就已经掉出来，因为你走错位，很容易走错。他就是因为这样，他完全明白，他还讲解给你知道一，记着是一，融合为一，但他仍然要掉出来，所以为什么要修行呢？修行就是要执行你所理解的东西，你尝试将它变为一个很纯熟，令你不能再失手的情况，你才可以证入成佛。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是诸众生若心取相，所有的众生如果心取相，他的心执着于某一点，是不可以的。若心取相，若取法相，若取非法相，都称为住相，这些住相就无法融合为一，无法遍满一切处。 Alan 没有听我讲解，他都懂得融合为一，但他不能做到遍满一切处。
他无法恢复正等正觉而成佛，这是他的措施。我现在讲解这一部分，释迦牟尼佛即将要涅槃的时候，他带着一班弟子前往上毛城，即居师那罗，他准备前往梭罗双树林那处，准备涅槃。在他涅槃之前，提醒一众弟子们要尽快做一件事。他说实在太重要，我临走前一定要再提醒你们，每个弟子我就算说了100万次你们都不听，我现在走，我现在临走之前，我再说多一次，请你们尽快忏悔，如果你不忏悔，万一你死了之后，你可以进入法界，因为你还未忏悔，这种新的引力会拉着你，你会掉出来，你又会错失机会。所以佛陀涅槃，他第一时间提醒一众弟子，请你们尽快忏悔。但是否有弟子实行呢？我想是有的，但不是全部，我不觉得是全部。你看后来他的弟子争斗就知道，一涅槃后就立即集结。第一次集结释迦牟尼佛所说，弟子们已经互骂，已经互相指骂，所以他们是否听教，我就不知道。佛陀并且宣讲了《盛大解脱方广忏悔灭罪成佛庄严大乘经》，简称大解脱经，是讲什么？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临走还要说法呢？因为所有人临走之前都会讲所有后事，我的银行户口要怎样，我的遗产又怎样，将最好的东西留给后人。释迦牟尼佛都是一样，我现在走了，要将最好的东西留给你们，我讲大解脱经给你们，你怎样才可以大解脱，你怎样可以解脱得到，你怎样可以脱离轮回，不受牵制，这样悲惨，又要做猪，又要做狗，你怎样才可以成佛或者脱离轮回呢？就是要忏悔。大解脱经是讲什么？是讲最圆满、最广大、最深层次的忏悔给你知道，这些忏悔可以灭罪，叫忏悔灭罪，你灭罪后就可以更容易停留于法界，没有太大干扰你。所以释迦牟尼佛很紧张，就说请尽快忏悔，忏悔灭罪就可以成佛。这部经说忏悔，尽快忏悔灭罪可以成佛，整部经都是讲这些东西。可想言之，忏悔是很重要的。你就会问，我们是否要注香于忏悔呢？又不是要你执着于忏悔，忏后就要放下，就等于你拿着木筏撑着到对岸，你就不要继续背着木筏。忏悔是一个方法给你用来容易停留于法界成佛，不是要你背着它到达法界仍然继续忏悔，不是这样解释的。所以你们要记着，在大般涅槃经里面，有一个人问我，一教品第一阿难尊者请示佛陀，阿难尊者同佛陀讲，你现在走，请你开示给我听，我有四种重要的问题，这四种问题是这样。他说，世尊，你灭度之后，我们第一以何为师，有谁做我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回答他，以戒为师，用戒律做你的上师，你就安全。当然，是否只用戒律就可以呢？先要看是谁人问这个问题，是十大弟子之一阿难尊者问的。阿难尊者听佛陀讲佛法听了多少年呢？阿难尊者跟世尊做使者已经20多年，听佛陀讲经亦已很多年。一个听佛陀讲经这么多年的人，他问佛陀以何为师，他什么都学懂了，还欠缺少什么呢？就是欠缺戒律，所以要用戒律来做上师。你们要用戒律做你的上师之外，
当然还要有一个上师亲自教你们，例如教《金刚经》是怎样修的，实修是怎样观想的，应该怎样修，在执行上和理解上。即使你在 YouTube 上已经听了，但实修执行时，究竟怎样修，都要有一位上师教你。佛对着阿难尊者，当然是这样回答他，莫非叫阿难尊者找其他上师请教吗？佛已经教懂你所有东西，你不需要再找上师，所以佛的回答是有对象的，并不是要求你们只依从住戒律来修就可以，而不用有上师。你如果只是背熟戒律，又是否足够可以停留法界呢？金刚经不是戒律的佛经，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临走不叫我们读金刚经呢？佛陀以前已说过《金刚经》，难道要他将以前所说过的一切从头讲一次吗？当然不需要，因为他快要离开，要保留精神做其他事情。他要行去涅槃的地方时，已病得很重，他全身扎着绷带，拿着拐杖一步一步很辛苦走向双树林。你问他那么多，他就快离开，病得很重，上气不接下气，他还怎样回答你那么多问题呢？所以阿难问他什么，他就回答阿难应该听的事情。阿难要听什么，就是以戒为师，所以以戒为师是重要，阿难尊者都要，你们当然需要啦，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不是阿难尊者不需要找另一位上师，所以你们也不需要呢？当然不是。所以很多人就利用这些借口来反驳密宗不应该有上师，所以不懂的人就乱说一通。第二，就是依和念住，稍后解释给你知道。第三，如何调伏恶性比丘，有些人很顽劣，怎样叫都不听话，又不忏悔。可以怎样做呢？莫病，释迦牟尼佛说要莫病他们。释迦牟尼佛解释莫病，你要知道在戒律上，尤其在密宗的戒律上，写得非常清晰，显教义写得非常清晰，即是说，你收了一个弟子，叫他忏悔，他不肯忏悔，超过三年他都仍然不忏悔，你不可以再收他为弟子，不可以教他任何东西，你再收他为弟子，你俩一起都下堕地狱。戒律是非常清晰的，我们做上师的被很多戒律规范着，所以你们不要犯戒后不忏悔，上师要有慈悲心。你可能会问我，你不是讲慈悲心系列吗？为什么我违反少少戒律，不忏悔，你们就要莫病我呢？又不教我东西，一些慈悲心都没有。请你不要用这些借口来质问我，真的不好意思，我可以告知你很多戒律来让你明白其中的道理。如你不忏悔，你准备找另一位上师，我作为上师一定会执行有关的戒律，但别人未必执行做上师的责任，因为他们是没有所谓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懂得这些戒律，但我们懂，所以我们一定执行有关的戒律。我不只懂，还喜欢执行，所以做我的弟子如果犯戒，我就一定要执行有关的戒律。你错了，就要忏悔，不要辩驳说自己没有错。我想知你是否有觉性，知道错在哪里。我不是想知道谁是谁非，例如上师又错在哪里，我不是想听这些东西，我想听你自己亲口说你自己错在哪里，有没有觉性。我是想听这些，我不是想听你说给我知其他人 ABCD 错在哪里。你要向内自我反省，不是向外找敌人。第四，世尊之一教如何令人正信，我上几堂讲了。释迦牟尼佛教阿难尊者
在经文上要写明，当时在什么地方听佛说，又有多少人在场听着等等。如果你讲任何一段经，都引述回这些经文的讲解地点、人物、时间的时候，在未来其他人引述这些资料时，所有人都会相信。以上种种，如果你想知道详细解释，你可参看回莲花海第21-22期圣地巡礼，里面就有讲。就有讲解这些。我其实最想讲就是一和念住。为什么我最想讲它？因为有一位人士写电邮来挑战我，就是讲这一句。他怎样挑战我呢？我都不想说他怎样挑战，我只是想解释一和念住。一和念住的意思是平日的思维，应该依据何种念想的方法，而系住于心里面呢？他的意思即是长老问释迦牟尼佛那一句，我们的心应住在哪里，云何应住，云何降服其心，那句一样，一和念住。当时释迦牟尼佛叫他依四念处而安住。这个人来挑战我，就是挑战四念处。问题就同长老问佛云何应住，云何降服其心的问题是一样的，不过演绎方法不同。什么是四念处？就是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这四种方法是教你的心应该住于那种想念里面的一种修法。在世间法里面有一种叫自相和共相。什么是自相共相？真是多名相，你们可能很混乱，我现在解给你知道，即是你自身的相状和共通的相状，及周边发生的事物及环境的相状，都是用来协助你来修行的方式。即是什么啊？即是观身不净，观你的身体很污秽。怎样做到自相和共相呢？就是观自己身体很污秽，亦观别人的身体很污秽。现在发生疫症霍乱，就因为人们很污秽，周围环境又很污秽，因为环境污秽之后就互相传染，于是每个人都染上霍乱，于是我们就称为共相，就用周边的共通相状和周边所发生的事物和环境来观想，我们的身体很污秽，于是发生霍乱。所以你还贪恋自己的身体是否漂亮，对着镜子想着自己的腰围要多少寸才好看呢？还会是这样吗？不会的，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解说的佛法。是否会有人说他矛盾呢？有人就问，你曾经说应无所住，不住于相，你现在又教人们四念处，又叫人们观想身体很污秽，亦要观四周很污秽，跟着观受是苦，所有感受都是痛苦，感受的资料库即是受蕴都给你取了出来，又要观自己很痛苦，别人又很痛苦，苦海又很痛苦。你说观想就是连结磁场，如果我不小心连结了痛苦的磁场，将来我投生去了很痛苦的磁场，下了地狱就大件事。可能会有人这样挑战问我。我举一个例子，未讲答案之前，我先解释观心无常。你又要观心无常，心是不稳定，左思右想，所以你要观自己的心，知道这种状态是无常。观法无我，即是所有方法全部都要无我相的。当时佛教这个四念处，但世上未教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因为四念处是小学课程。为什么这四念处其实是小学的资料？简单来说，这些全部是住相的修行，因此有两个挑战，各是挑战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叫人们金刚经，叫人不住于相，但他叫小乘。
及小学生的时候，教人们四念处，什么都要注相，究竟那一个才对呢？另外的一个挑战，就挑战我，不是挑战释迦牟尼佛，他是这样挑战的，你说金刚经，你说应无所住，不住于香，但释迦牟尼佛临走，最危急的时候，别人问他应何所住，心念应该住在那里，他答别人都是四念处，不是你所说的应无所住，不住于香。跟着他又说，这四念处就是等于应无所住，不住于香。我不挑战释迦牟尼佛，我告诉给你知道，四念处即是应无所住，不住于香。你这样都不懂，你不教你的弟子四念处，你的弟子永远都不能成佛，你为什么不教你的弟子四念处？他这样骂我，我觉得这个人很可笑。我举一个例子，有个老师回答学生一个问题，不同程度学生回答不同的答案，是否应该被人挑战呢？例如，有个小学生问老师，现在我想学数学，应该学什么呢？老师回答小学生，你学加减乘除啦。又有一个中学生问老师，我要学数学，我应该学什么？老师回答中学生，你学代数啦。有个大学生又问老师，我要学数学，我要学什么啊？老师回答大学生，你学微积分啦。你会不会骂这位老师呢？你做什么啊？自相矛盾，一时又要学加减乘除，一时又要学微积分。其实我可以告诉给你知道，当时的阿难尊者未证到阿罗汉，他小学还未毕业，你可否知道小乘等于小学？因为小乘不会讲法界，不讲成佛，他只讲去色界天最高的五个天界来脱离轮回，所以在他的修法里面，只讲无我，不是讲无四相。所以佛当时只叫住相的念，为什么阿难尊者要修四念处呢？因为四念处是小学必修，教他有一个出离心，不要念着身体漂亮，不要念着要好享受，这些是很痛苦的东西，弃掉它，你的身体将来都会坏死，不要挂念它，你的心都是无常的，很多修法不适合你修，就要弃掉它，所有真正的法要无我，你才修得成功。佛当时只教这些，这些是小学程度的东西。当时是阿难尊者问释迦牟尼佛，这是小学生问的问题，当然要回答小学程度的答案。中学生问的问题，回答中学程度的答案，你有什么理据，竟然拿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前所讲的小学程度的东西，来挑战释迦牟尼佛以前讲大学的东西呢？跟着来挑战我，问我为什么不教人小学程度的四念处，要知道《金刚经》是属于大学的，大乘的教法，是大学程度的教法，你这个四念处是属于住相修行，应无所住，不住于相，不是住相修行，所以这个挑战者真是班门弄斧。他说四念处即是应无所住，不住于相，真是荒谬。他说住相修行等于不住相修行，即是说这个人班门弄斧，什么都不懂，都要弄来几个招式骂我。他问，为什么你不叫弟子四念处，令到弟子将来不能成佛？他这样问我，给我一个这样大的罪名，其实我有没有教呢？当然是有，四念处的目的是为了令众生升起出离心。其实我在 YouTube 有一套片叫共与不共四加行，里面还有教他们应该怎样观想，不要随便观想，如果你观感受观得很痛苦，连结痛苦的磁场，你将来会投生很痛苦的地
方，观想的禁忌，我已经全部叫了，在 YouTube 里面已经有，那套影片已经有叫观想的禁忌，如果你是小学生，小学之后要升级，升起了出离心之后，就不要再观观受是苦，你继续观下去，你真是会连结痛苦的磁场，就很大件事，可能你会下地狱，所以你们要记着，我现在是解释给这个人听，他挑战我，所以我就解释给他知道，我为什么不叫四念处，为什么只叫共与不共四加行，还要讲解观想的禁忌呢？是因为现在的人不懂得叫佛法。懂得教的人只在世尊涅槃之后500年存在，在之后很多佛法的精华都没有了，所以我想保留这些精华，就不可再停留在这些小学程度的方位上，就要说清楚程度的不同之处。为什么我要叫金刚经不叫小乘？因为金刚经的效果速度快，一念已升起无量福德，所有佛都知道你的存在来救你。我当然不会教你小乘这么慢的方法，例如不断念佛号要若一日至若七日，念到一心不乱才可连结到佛，还不知是否救到你，是否会来救你的情况之下，当然不会教这么慢的方法给你们，当然是教一些快的方法，教一些有把握的方法给你们，所以你们要看。有些人说，我不知你上载 YouTube 的佛法讲解影片，怎样分类，例如分初级、中级、高级，其实我们做了一个观看顺序表，在我们网上已经有，你可以到我们网上观看，心经是讲法界的状况，金刚经是讲在日常生活中，模拟法界状态训练将来怎样进入法界的方法。但我们身处在三界，既然法界是一元状态，三界是二元以上的状态，两者如何平衡呢？两者怎可以融合呢？我们怎样平衡法界与三界的合一训练呢？这些在我们未来的日子，无数集的慈悲心、菩提心的观修方法系列会说，而我们的大圆满都是讲菩提心、正等正觉的观修，是我们弘教修大圆满的口诀精华录，是龙清八尊者我们弘教的大圆满祖师所著，集合17部续部的口诀，是17种不共和别人不同的实修方法。但今日时间关系，我就不说了，留待下一次再讲解，是帮助我们修菩提心，我再重温一些口诀。华严经业摩天宫菩萨说记品第16，是讲明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是要融合为一。第一，你必须融合为一体，否则不可以停留在一元状态的法界，你仍然会停留在二元以上的三界，因为你仍然有能合所。第二，观空本身也是一种相状，我们不可以执着任何相状的意思，即包括空相，只可以观空的特性。第三，我们应该用觉性及心性作为修持核心。第四，不要忘记启动进入法界程式，进入后当然不要再执着它，这些都是口诀。